有那么爱我。今天晚上我就睡你家，你姑姑应该不会发现吧？怎么可能？你刚刚明明就从他房间经过，他怎么可能没看到你？乖啊，行行。王昌吗？不要什么，不要什么，不要什么啊！啊！不要这样！小兵，思思，事情不是你想象这个样子。昨天晚上我。燃消失在天黑，期待你能送我美丽的玫瑰，安抚我心灵你的憔悴。哎，泰哥，泰哥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比赛还没比完呢。我们分手吧。是相爱的人，你却是相爱双爱伤到。我复合，不是啊，一直要跟我分手的不是你吗？不是这样子吗？好了，有话好好讲啦。分就分，我无所谓。好，那就说到做到。你牵着他的脸，你抱着我的泪痕，我以为我是你唯一最爱的。我叫你滚呐，快滚呐！不想喝茶的话也没关系，那不然先吃饭吧。我今天煮你最爱吃的猪脚哦。无所谓，只怕你会突然消失在天黑。我告诉你，你做再多都没有用，因为重点不是我喜欢上别人，重点是我讨厌你。我讨厌你的自以为是，我讨厌你的自作多情，我讨厌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是你讨厌的，我都可以改啊！我不要你改嘛！我要你消失，消失！你听不懂啊？把钥匙还给我。对不起，我是王八蛋，我不应该跟你赌气，我不应该跟你分手，我不应该爱上杜乔琪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会在你身边的。过去了，你去找乔琪吧。真心真意的祝福你。
思思要跟你说什么吗？他祝福我们要好好的照顾你。思思说好了，去接大哥过来。思思他还好吗？嗯，他刚睡醒，狮子现在照顾他。哎，大哥，我要出去买东西，要不要帮你买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去买了。在坚叔那里回事啊？怎么样？被我们修理过是不是？对啊，是被你们修理过。所以前阵子有去找过你们，但只找到王超某。你运气好，让你逃过一劫。原来超某就是被你们修理的，谢谢你们认出我。那怎么办？不晓得，现在情况很不乐观，等到哥哥出来才知道。怎么说？情况非常不好。那除了化疗之外，就没有其他办法吗？是可以开刀移除肿瘤，不过就电脑断层扫描来看，肿瘤已经逐渐扩散，现在恐怕会粘连到其他的内脏，要移除并不容易。黄主任也说风险很大。那如果开刀不成功怎么办？因为石石现在身体状况很虚弱，如果开刀不成功，很有可能造成多重器官衰竭，很多病人也是一进手术室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风险这么大怎么办呢？可是现在除了动手术之外，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。我决定拼拼看，不论开刀成功的几率有多低，我到救世时